真是人生无常啊！前两天我还说要帮你，现在你却来帮我了。听李律师说，你结婚了，太太也是个律师。挺好的，为你高兴。我只想问你两个问题：为什么当初突然让我中场买入海国生物？这么久的事情了，你怎么还？你有没有从里面赚钱？邱建祥这辈子从没碰过一分我不该碰的钱，如果我拿了，天打雷劈！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你去哪儿，我送你吧。不用了。哎，你答应我的事呢？我只答应你和他见面，其他什么都没答应。哎，你。三仙子，爷爷说的话爸爸都懂，但是爸爸心里有两种声音，现在需要你们帮我做一个选择，好不好？来吧，财神你先。财神，请选择。这是不帮，这是帮，选吧。嗯，选择了。做出你的选择。哎，财神，你确定吗？这是一个，这是一堆，这是一堆，你居然选这一个？你肯定是吃饱了，我得换一个。换仙子来。不算，仙子，你来选。嗯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是不帮，这个是帮。